28个辅音的标准发音建议收藏。辅音分为清辅音和浊辅音，清辅音跟浊辅音呢各成一对，嘴型一样，但发音方式不同。清辅音发的是气音，通过吐气的方式来发声，浊辅音是通过震动喉咙的方式来发声。六个爆破音 p b t d k g， 十个摩擦音六个破擦音 ，z，ch，ch，ch，dr， 三个鼻音 ，m，m，m， 一个舌侧音 ，o， 两个半元音。耶，哇，你学会了吗？点赞关注哦。